兄弟们好，这两天我在网络上刷到了很多用二指开砖的视频，好多老铁给武匡发私信问我能不能做到。首先武匡没有练过啊，今天我挑战一下，如果说成功了，兄弟们给武匡加个关注就行。来测试一下兄弟们啊，来兄弟们看看那个砖的厚度啊，看吧，试一下子。兄弟们，很明显两根手指受力点肯定不到位啊！接下来兄弟们，我们用手掌试一下子啊，用手掌。兄弟们，太硬了这个。是不是桌子有点不稳？再试一下兄弟们啊。这他妈太硬了，兄弟们！别说用两根手指，用四根手指，兄弟们都特别费力。是不是桌子太软了？是吧？找个东西垫一下啊，可能是那个桌子太软，再试一下啊。太硬了，兄弟们！兄弟们，两口给武匡来个双击，加个关注，兄弟们！二指开砖，可能武匡学这一辈子都可能做不到。